有这个新的发现，那就说明方振宇已经来过。我们来晚了一步。上面有个天窗，打开看看。嘿，来人！皮底下都能跑掉，只要方振宇还在城里，抓到他是迟早的事。我现在更关心的是，游击队是不是全部被消灭了？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好，满口的饭好吃，过头的话不能说。松本君，你能活到今天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他，才是想创造奇迹的人。单线联系，潜伏十几年，并能在我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上刺杀内阁长官，真是个奇迹。少佐，倒不如说是在我们关东军的眼皮底下。你知道美国人怎么评价我们？日本的蟒蛇？那又如何？我们不是吞噬了东三省吗？不错，可是我们能吞噬中国吗？你动摇了？不是动摇，是清醒。清醒？你也该清醒一下。我非常清醒。松本君，我告诉你，不要说抗联，你想得太远了。拿不下金龙山，让一支国军站稳了脚跟，你的使命就该结束了。军部之所以放过你，那是下了一道令，只不过我没跟你说。什么令？满洲国国庆之前拿不下金龙山，消灭不了临河镇一带的游击队，你将被军法处置。松本君，现在你动摇了吧？为了帝国的伟业，为了天皇陛下，松本太郎不会动摇的。其实我们没有机会动摇了，我们没有退路。我不回鸡西镇守临河，赌的是生死，不是什么唇枪舌战。我希望你能帮我渡过这个难关。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，少佐。但愿如此吧。报告，少佐，大事不好！报告，蠢货！宋本君，搜遍了整个临河镇，没有发现方振宇的踪影。混蛋！积木怎么了？少佐失利了。游击队就这么难对付吗？这个少佐除了征服女人什么都征服不了。不要总想着你妹妹，你想的应该是帝国。我是为大日本帝国而战，更是为了康天家族而战。荣誉是一种负担，尤其是你出生在那样显赫的家族。苏门君，
那你呢？我是全心全意为帝国。松本君，你就没有家族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家族可是大奥。八嘎！我不贬损你，也请你尊重我，尊重我们康田家族。司令，我说熊瞎子，你是当爹的还是做爷的？这架子都端起来了啊！不敢，您这不是一叫我就来了吗？哼，走吧。谢谢司令。不管我叫副队长，改回司令了。哎，咱不要回香炉山吗？哼，知道咱没当副队长的命了吧？哪儿啊？我记得去年抗联就封您为独立大队大队长，人家还是正的呢。哼，狗屁。哎，哎，咱真要回香炉山？请你来，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事儿。大全，来。哎。赵副队长，吴炮头，郎中，我刚从临河镇回来，临河镇乱套了，日本鬼子正挨家挨户的搜，抓振宇呢。赵大哥，赵大哥，月河，赵大哥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情况不明，情况不明，关东军现在全城搜捕，宇哥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，你还能说情况不明？月河，你听吴炮头把话说完，吴炮头。我去趟临河镇吧。你们都疯了吧？临河镇就是个无底洞，你们还往里填。赵大哥，我跟翠花一块去。两个人去有啥用？月河，我知道你急，我也急呀，可急有什么用啊？先让吴炮头和熊瞎子去城里摸摸情况，咱再看怎么办。我也要去。好了，月河，你别着急，急也没有用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去看看。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，宇哥小旺不在日本人手里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你，留守，吴炮头和熊瞎子进城，我带着卫队在城外接应。出发。好，好，走。发现了！别让！进城的人都得搜身呢，那枪怎么办？没有枪怎么办呢？鬼子有的是枪。站住！站住！忍一下，忍住！走，行，走吧。走，走。哎哎。上来，你过来，走，你过来，站住，走。司令，吴炮头进城了吗？进城了。好，原地待命。是。咱们先去黑龙会那边看看吧，没准宇哥会去找松本。好吧。你过来干什么？去去！你干什么的？买东西去。他是谁？这是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是是是。宇哥是嫂子。瞅着眼生吗？是临河镇人吗？不是，附近的。这不进城买东西吗？鬼鬼祟祟的，我回临河镇总部。哎，我们可是良民呐，我们真的是良民呐。宇哥，太麻烦了，去引开他们。好。追！站住！
我们要去找王翠花。。金刚是个土匪，他过不了他母亲的生死关。洛天华，虽然是个老牌的军统，同样的也过不了他属下的生死关。至于方振宇，他更是一个人中君子。就是因为这样的君子，他宁愿自己死，也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死，哪怕是一个卖苦力的遭残杀。老夫如果能够得手的话，仗着的是方振宇的君子之风啊。霍战的兄弟，执法大会现在开始。嫂子，熊哥，别再看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最好一切还是听宇哥的安排。先等等看再说吧。匪首方振宇，你给我听着。违抗大日本帝国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现在我数到五，你要是不出现的话，我们就会杀死你一个兄弟，正北霍战的脚夫。一。方掌柜，俺对不起你啊，俺不想给日本人当狗啊，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呀、啊，俺对不起你啊。住手！
给我抓起来！快来，快快快！振宇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不愧是一个君子。你若不是君子，我们就无缘相见了。怎么会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彼此彼此。方振宇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带走！嗨！日本人要杀刘望全的时候，武士刚要动手，宇哥就冲了出来。他既是救刘望全，更是为了我们，不想我们大家有危险。宇哥都是为了掩护我们。宇哥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。那你们呢？宇哥救你们，你们怎么不救他呀？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宇哥，月娥，这很明显。如果当时大家采取行动，结果是一个都活不了。那现在呢？就宇哥活不了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还不如不去呢。月娥，其实我们心里也很难过。我们对不起宇哥。可是，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鬼子查得太严，枪都没法带进去。仗义啊，无炮头，赤手空拳闯虎穴。方振宇，舍身救大家。你们都别说了，就是因为你，宇哥都是为了你。二嫂，这事儿不能怪大嫂。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在那种处境下，宇哥都会这么做的，不到万不得已。宇哥是不会放弃的。小旺说的对，宇哥是个爷们儿。可你们也太不爷们儿了，你们为啥要放弃呀？月和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哎，你看你哭什么？这振宇兄弟不是还没死是吧？对呀，只要没死，就有希望救。你们都在那儿呢，都没救，现在咋救啊？月和。我们，你别说了，你好好待在游击队不好吗？来巨龙山干什么？嫂子，嫂子，月和，你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啊！我一点都不过分，他就是来巨龙山跟我抢男人的，到时候好把巨龙山拉到游击队去。我说句公道话吧，你能说什么公道话？他救了你的命，还给了你媳妇儿，你当然帮着他说话了。月和，你放心，我们谁都不会不顾振宇兄弟死活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去商量看怎么救宇哥啊！走走走走。嫂子，那个没事吧？嫂子，你别难受了，啊！小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宇哥被抓走，可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不是，嫂子，其实这也是没办法呀。如果不是宇哥制止，我们大家就都上了，那我们大家就全完了。嫂子，完了倒好。那个二嫂说的话，也不是真冲着你，你别往心里搁。先别说这些了，看看怎么能救宇哥吧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觉得松本这老东西能不能杀宇哥呀？松本太郎用心很深，自从他让我们货站运货开始，十几年了，他对宇哥做足了功夫。他知道，在这临河镇，只有宇哥才可以主持局面，而且。婚宴那天，松本太郎杀大毛，本来只是一出戏，就是要逼宇哥就范。可是没想到，大毛性子那么烈，就那么死了，宇哥也就豁出去了。哼，松本这老东西，就是没招了才对宇哥下的毒手。如今，宇哥是金龙山的头了，就冲着金龙山，松本老贼。也不会轻易动宇哥。对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宇哥。必须的。哎，嗯，我说熊瞎子，看出来没有？这闯没闯过江湖，这儿不一样啊。说的是啊。这吴炮头真是个好娘们儿。嗯。哎，四两，这两天怎么没见梅姑啊？啊，叫你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。刚才一提大队长给岔开了。嗯，我把他给关起来了。啊？你把姑奶奶关起来了？她不是姑奶奶。我知道她不是姑奶奶。你知道？她不就那副德行吗？整天姑奶奶姑奶奶挂在嘴边上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她是假梅姑，冒名顶替的。冒牌货？那她是谁呀？她说她是中统局的，你信吗？中统局？司令，我觉得咱们得离开金龙山，你没觉着吗？这儿妖气重。妖气重？你想啊，你没觉着金龙山上怪事不断吗？司令，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啊。还说大队长，你说大队长这事咋办？那得看咱还继不继续当土匪了。这当土匪怎么讲？不当土匪怎么讲？如果要是还继续当土匪的话，那咱就必须得救大队长，要不传出去咱的名声就坏了。嗯，接着说，咱要是不当土匪呢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那咱就是国军，要不就是游击队。救大队长的事儿咱可以往后放，因为咱还有上级呢。你小子精啊。不过事实上，大队长本身已经凶多吉少了，就是咱尽力去救，那也不一定救得下来。不过咱要是真回香炉山的话，这闯临河劫大牢的事儿咱必须得办。哼，二丫没让你小子丢魂啊。司令，咱可不是不仗义，闯临河劫大牢这出戏咱是主角啊，救得出大队长最好，救不出的话咱也算尽力了。嗯，说得对。不过我还没说完呢。嗯，要是这出戏唱完以后我还有幸活着的话，您可得放我走。走？走哪儿去啊？我跟二丫一块儿走。嘿，熊瞎子，
你小子胆肥了？不是，我就是不想再当土匪了。要是真有国军这个事儿呢？要是真有国军这回事儿，不想当营长？想。但是，我得先问问我们家二丫。熊瞎子，你小子，我刚夸你没丢魂儿啊，马上这魂儿就不见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方掌柜，罗掌柜，恭喜方掌柜，临河庆典一仗打得漂亮，我代表党国谢谢你。哪里，从我到临河我就没看走眼，兄弟好样的。走走走。今天我备好这桌酒席宴请二位英雄。要杀要剐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方振宇从来不跟人结仇，我只有一个仇人，就是你。理解，我非常理解，所以请二位小酌几杯，说说姻缘。我今天绝不会和日本鬼子同桌的。我也曾经说过，不要得罪方掌柜这种人。方掌柜血气方刚，嫉恶如仇，一旦得罪了，就永远痛失。松本先生。既然我和方掌柜都落到了你的手里，你准备怎么样处置我们呀？不怎么样，我是诚心宴请二位的。我们大和民族大日本帝国是崇尚英雄的。好，既然松本先生这么看得起我们，振宇，那何不如借他的慷慨喝一杯断头酒呢？好，来。姐，我饭做好了，过来吃点吧。二丫，姐吃点吧。我吃不下。姐，你现在吃的可不是一个人的饭，你要是不吃，他就得饿着。咱姐吃没？嗯，我让他们给拿过去了。翠花姐、还有小旺、还有副大队长，他们一块吃的。这想来想去，到头来还是我自己孤零零的。姐，你还有我呢。二丫，姐，我知道是你爹走得早了一点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你脾气也不能这样啊。再说他要是看见你现在这样，他心里得多难受啊。而且你这样对胎儿也不好啊。谢谢你，二丫。姐，快吃饭吧，我一会儿啊还得送饭去呢。给谁送饭呢？给梅姑。她不是跟副大队长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在牢房。什么？他让副大队长给关起来了。给关起来了。中国是一个酒的国度，特别是在东北。东北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啥事情三碗酒，三碗酒一下肚，啥事情都没有。民国的初年，我已经来到东北，喝了很多东北的酒，交了很多东北的爷们儿。但像两位这么出类拔萃的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我深感荣幸，敬你们一杯。山上的弟兄们可好？好啊。那是因为我让关东军上山去围剿游击队。兄弟们都等着你上山呢。那是，山上的粮食所剩不多了吧。罗先生即使能上山，山上的兄弟也会很失望的，尤其是赵尚飞。赵尚飞之所以失望，是因为临河镇商会的银两没有了，国军的空投又成了泡影。罗掌柜，
那你是不是变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松本先生还知道什么？老夫还知道罗掌柜很想在戴先生、陶文斌面前表现一番，可惜你把他们看得太重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还有你方掌柜，罗掌柜对你寄予厚望，视你为瑰宝，但是有人把你当成眼中钉，非要把你拔掉不可。罗掌柜，你肯定想问一下这人是谁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人就是你的下属张家东。当然他为了刺杀吴翠花已经死了。正所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在金龙山上早就有了老夫的眼线，有我们特高课的人，只是你们蒙在鼓里而已。那梅姑不就是女特务吗？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，她就是和你一起坐在车上的那个女军官。果然逃不出二位的火眼金睛，二位不要在意，两国相争必定会刀刃相见，彼此都成为了敌人，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，也许是笑里藏刀，口蜜腹剑，却没有了敌人，因为都是政客。所谓政客，就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坐在一起。松本先生可真会粉饰。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，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政治游戏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吗？我可不是政客，我们也不会玩游戏。你们干什么？回长阁下，少佐有令，要带走方振宇。他是属于特高课的人。对不起，这是军部的命令。带走。嘿，嘿。看样子兄弟要先走一步了。好兄弟，一定会再见的。走走走。找梅姑，二蛋，狗子，狗子，二蛋，嫂子，接着，你们是宇哥的好兄弟，跟我去大牢。陆运河。宇哥在临河镇被鬼子抓了。啥？梅姑，你要是陪我去临河镇，我就放了你。是去救方大队长吗？对。那副队长呢？他干啥不肯救？金龙山除了我没人救宇哥。翠花呢？甭废话了，你去还是不去？就咱们俩吗？敢不敢？哼，不敢就是怂包。放了他。哎，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我是真没辙了。嫂子，你早说呀，为了救宇哥咱啥都愿意干。是啊，嫂子，为宇哥啥都行。嫂子，马来了。马来了，嫂子。谢谢你，狗子，二蛋，走，上马。嫂子，上马。嫂子，一路小心呐！狗子二蛋，谢谢你们，咱们走吧。嫂子，驾！燕姐，驾！梅姑月河，各位兄弟，
要说救大队长没得说，非救不可。对，非救不可。但是要看怎么救。你们来之前，我还跟熊瞎子唠叨呢。熊瞎子，我是怎么说的？要想救大队长，必须得先侦查，看看大队长是否活着。如果要是活着的话，被关在哪儿？那儿敌情又是什么样的？有了第一步，才能决定第二步。是件急事儿，又不能着急，得都算计好了再行事。那咱就先说说侦查吧。哎，小王，临河的环境你比我们都熟，你说说。临河的环境是没得说，可是现在临河都被日本人控制着，戒备森严，怕是行动起来不好下手啊。吴炮头，你有什么主意？要我说，抓个舌头。那个喊树的日本人，把他抓来。那个日本人叫康田鸠夫，是松本的跟班。对，他一定知道大队长的下落。吴炮头，好。今天晚上就咱们仨扎回去。兵贵神速，连夜返回临河镇。松本始料未及。哎，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应该在政委货站。从暗道进去。暗道不是被日本人发现了吗？就是因为日本人发现了暗道，我们只有出其不意，才会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说起日本人，我在想被我抓起来的那个女的。你说梅姑？听说了。卫兵说你把她押出去了，难道梅姑真的投靠日本人了？她根本就不是梅姑。哎，他说他是中统的人，哼，我不信。我怀疑他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？就是上次在黑松林，我就觉得他的行为很可疑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疑点。我的意思是，先好好的审审他。如果他真的是日本人，那就好办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报告，梅姑下山了。什么？梅姑下山了，是陆月河送她下去的。那陆月河也下山了吗？那两个人一起走了。追！走位，走。完了，追不上了。曹占飞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追。嫂子，那怎么行？如果这梅姑真的是日本人的话，那金龙山非常危险。哎呀，吴捕头，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，让小旺陪你去，金龙山有我的。对，好吧。好，走，上上上。给，赶紧吃，吃完咱还得赶路呢。着什么急呀？我歇会儿。你根本不想救宇哥。谁说我不想救宇哥？月河，这种事情应该到城里面找关系打听打听，至少得知道宇哥关在哪儿吧。现在问题是能打听着吗？当然能了。月河妹子，这种事情你找我梅姑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在临河镇那关系多的是。你说当初如果我们到临河镇里面去打听一下罗掌柜，宇哥兴许就不会被抓住。那打听着了怎么办？商量商量对策，然后午夜再动手呗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小金刚就是我从关东军的刑场上给劫回来的。昨晚上的事儿，我一晚上没睡好。明明是很突然的事儿，为什么一点突然的感觉都没有啊？啥事儿啊？从事态上分析，这小金刚和那小子明明是借着梅姑请我和赵大哥去吃饭，想逼你们立他为寨主，可没想到梅姑把他们两个给杀了。那能有啥问题？这梅姑本来就想杀他们两个人。不会吧？他到底是不是梅姑？那他不是梅姑，那他能是谁呀？是啊，不是梅姑能是谁呀？是日本特务。你真不应该杀了小金刚。
那是因为他想杀宇哥呀。那你还喜欢宇哥吗？这会儿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，我问的是翠花和宇哥结婚那天，那天你不也在方家屯吗？方家屯？哦，在啊。那以你的做派，你应该给宇哥劫走啊。可是你没劫，这是为什么？月荷，你觉得男人是该劫过来的吗？这感情的事情啊，抢是抢不过来的，对吧？你想征服他？嗯，想啊。心。